妈妈刚刚抓了一只鸡，说是要奖励你。珍珍，你又在做什么？做我们那边老挝的酸东西吃啊。哦，这个能吃吗？能吃，我特别想吃。特别想吃啦，这怀孕了就喜欢吃这些酸东西，想吃一下家乡的味道。你把这个厨房里面的卫生搞一下，好多粉丝说我们家厨房太脏了。该搞的我都搞了，我觉得是我们家这个厨房太老了，怎么搞都是那样子。你看这个油烟机，我怎么擦都擦不掉。擦不掉啊？还是油油的，这些我怎么擦都擦不掉。每天都擦了啊？每天都擦，还是擦不掉油油的。哎。以前你给我用的那个什么喷喷去去去那个啊，我那个油件啊，对对对，那个很好用啊，那个还有吗？还有，好像我找一下，还有一盒嘞，就吃洗一下吧。我们今天下午把这个厨房里面搞一下卫生吧。不是一坨一坨的，不是散开的吗？那个嘴子没打开，这里它可以翘起来的，好像是。哎，这样子喷它就是散开的了。哦，哎。这个喷上就过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啊、哦。对，这个喷就很好，洗了个油。啊。这个能不能洗得干净啊？你试一下嘛，这个效果好像蛮好的，可以洗干净。这些来得高。这个。喷厚一点啊。是的，这些脏的地方就喷厚一点。这些墙壁上面都喷一下了，你看，都喷一下，都洗一下。要不我来操作吧。你怀孕了。这些拐子啊，试一下效果。这是以前的电线啊，厨房里面用久了都那个了。哦，这些不锈钢。哦，哎，这个效果蛮好的哦。是不是？哇，这不油了嘞，看到没有？我们家用了十几年的油烟机都可以。你怎么知道十几年？那你以前跟我说过了呀。是的，这个油烟机还是08年。我看一下。12年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搞装修的时候装的。嗯。这个也洗一下吧。哦，妈的！你看这种。你现在把这个大土都洗干净，都好了，看能不能洗干净哦。洗得干净。这个主要是太久了，也搞不到。这个拍摄之后，这个立马它就有这种黄色的这个油烟就流下来了。嗯。效果还是好一些啊，有没有效果？有，好多了吧？哎，墙壁都白了。效果还是没，就是要多准备几盒嘛。哇，擦了之后就立马干净了，搞是好搞，这个家伙也得费抹布是吧？主要是太脏了。哇塞，这效果比前面好多了啦。这个下台基本上干净了，只是这个本子就生锈了，没办法。生锈的就下不来了。啊，擦了就漂亮了哦，白出来了，原形出回来了。你看那个上面，你这个下面对不对？弄好了吗？弄好了。我来检查一下了。检查啥嘞？都搞干净了，你看墙壁上面，然后油烟机上面这么干净呢、啊？哦，你还带纸走的？这是个啥？擦呀，擦一下，搞干净的嘞。你看这些锅啊、盆啊，都搞得挺透亮的。这个油烟机挺不错的嘛，都可以搞干净。是的哦，你看这些不锈钢、墙壁，然后这些龙头等等等等都可以擦干净啊。你像灶台呀、啊，这个顶我没擦的，我擦不到。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墙壁，把这些顶盆都可以搞干净的。隔壁静哥家。昨天不是拿了一瓶给他吗、嗯、他家那个厨房也搞得干干净净，他是搞那个顶那个蚊子屎，然后他昨天那个车子上面有那个脏的东西啊、嗯、就是也是黑的，搞不干净，洗不干净的，涂一下也搞得干干净净。试验场景很多的，你像家里面的什么啊、不锈钢啊、厨房啊、卫生间啊、门啊、窗啊什么的都挺好搞的。那你推荐一下嘛，在哪里买？在我们视频左下角就有。家人们需要的可以在视频左下角可以去购买哦。平时没在家里面囤着，搞卫生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特别的方便。妈妈刚刚抓了一只鸡，说是要奖励你。奖励我啥呀？她说她平时做卫生做不干净，今天晚上你做这么干净，她杀只鸡奖励你。那行，我们抖音是不是发工资了？我来看一下。行，你看一下多少交给你。最近收益不错啊，是不是可以安排吃一顿大餐了？
大家好，我是珍珍，来自老挝，已经嫁来中国一年多了。最近我们因为在抖音上面发视频，也多了一笔副业收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经常会有粉丝来问是怎么拍摄视频的，怎么才能有收益。我们趁今天有空就出一期视频分享一下，说说普通人是怎么拍视频的，以及抖音的变现方式有哪些。时间有点长，慢慢看哈。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用的拍摄工具吧。不要浪费钱买专业相机，用一个手机再加一个拍摄软件，这就够了。拍摄软件用的是说得相机，我们也是看抖音上别的大网红推荐才用的。拍摄万词，不会剪辑，不会写文案，都可以用它帮忙。担心大家不知道在哪里下载，我把它找出来放在视频上了。具体怎么拍你也给大家说一说呗。知道大家肯定没学过专业拍摄的，所以可以先从口播视频拍起，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对着手机镜头说话就行了。那又有人会问了，我口才不好，台词那么多我也背不下来啊。其实我们一开始拍视频说话也不利索，后来才知道别人能侃侃而谈的是因为他们用了说得相机的提词器功能。我现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打开说的相机，点击开始拍摄，找到你提前准备好的文案，提词板就出现在屏幕上了。你现在看着手机屏幕边拍边念就可以了，这个字幕是跟着我说话的语速来滚动的，我快他快我慢他慢。用这个方法录视频不仅很快，而且很自然，拍完也不用你费时间来剪辑。你看啊，用这个智能竖井功能，字幕就自动加上了，而且视频里的卡顿重复都可以认别出来，然后一键删除，轻松就能导出一条成片了。再给大家说说拍什么的问题吧。拍的内容最好是符合自己的人设，才能吸引到相同的粉丝群体，才能有共鸣和讨论，热度就会上来了。而且在拍摄之前可以先把文案写好，这样拍起来比较顺畅。哦对了，说的相机也有写稿功能，你只要输入关键词，比如说老挝习俗，它就能自动写出一篇文案了。抖音官方的那个变现方式在哪里开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在抖音主页三道杠点开，找到抖音创作者中心，点击全部，找到变现，这就是官方开通收入方式，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一下，有些是有门槛的。好了，拍摄教程和拍摄工具说得相机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抖音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给了我们很多人机会，大家可以勇敢尝试。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多余的精力时间再选择拍视频做副业。这些手机都不会怎么弄的呀。玉宝，你来呀。咦，爸爸进来。你提着刀干嘛去？砍一个白菜，炒白菜油炸。进去。进去。我奶奶去看你奶奶了，你奶奶在外头待去。来了。拍这场的老妈妈是不是这么吵架的？谁去？嗨嗨。花都开在阳光里。隔一点窗。夏天花花迷人的小窗户，干不干？爸爸怎么没有了？什么？茭白薯。挖的这么多，死的！这个你那边去这边，这个都被虫吃完了，再不吃就这个给我弄死吧。施了肥，施了肥吗？啊，肥料施多了，你看弄成这样。头上不要施嘛，施他的屁股嘛。慢慢走回家。哎呦，虫子！什么？白弄弄的。什么东西啊？虫子，扯出来！不要扯，扯出来干嘛？扯出来就是下面的。朱迪，妈妈在这里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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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我，亲一个了，啊，亲一个妈妈，亲一个，不喜欢亲人了。我起的哦，要七岁了，大姐。有点。
什么时候把那个鱼给炖的？好不好看？来吧，把这个给鸡翅了。还是给鸡翅了。哟，我最喜欢看鸡了。微微秋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只要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来，什么家伙？鱼呀、啊，原汁原味吗？是，好吃。看一下我整姐做的菜，鲤鱼很清淡的，还有一个啥子菜？油炸炒白菜。吃饭，奶奶去喂你吃饭了。煮饺饭。吃的津津有味，吃饭，吃饭，吃饭。